昨天我们这边还是在下大雨啊，今天就是大太阳了，又可以去买雪糕吃了。得得得，哎，这是啥东西啊？这是小马的十元包，哎，辉瑞包。这边是几串烟卡，选一个，另外一个扔垃圾桶。这不会又是哪个铁粉来给我放的吧？那让我选一个，另外一个扔垃圾桶的话，那我肯定选小马啦。我当然不会把小马的卡包扔到垃圾桶呢。还有就是现在呢，我已经不玩烟卡了，那咱们把剩下这一个扔到垃圾桶吧。那我现在就回家拆这一盒小马的十元包去了。这一盒塑膜都还在，是一盒全新未拆的，哎，到家了啊。那这种我小子给我做的装小马卡的盒子呢，其实也是蛮好看的。那你们想做的也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啊，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，我觉得这个盒子是不错的。现在就把这一盒小马的十元包给拆掉吧。小马的十元包里面是能中 SGR 和 SC 的是吧？这两种卡呢我还没有呢。看一下今天我这一盒小马的十元包能中那些什么卡。先来第一包，三 D 卡柔柔，咱们也是先把好卡拆出来以后，最后再看吧。下一包，十元包里面是必有一张三 D 卡的，一张好卡。刚那个熟悉的背面应该是育儿卡吧？又是一张好卡。很多人说彩贝，十元包里面是不是有彩贝啊？彩贝不会就是 SGR 卡吧？还是说是 SC 卡？又是一张好卡。又是一张好卡。刚那种背面的话，我可以盲猜一波，应该是 SFR。就是这种背面，我盲猜的哈。一张好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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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卡。好卡，好卡。哎，对了，十元包里面的 LGR 的话，也是刚刚那种背面的呀。就是这种背面，有可能是 LGR 卡。还有最后一包了。好卡，好卡。好了，拆完了。咱们现在来看一下吧，都中了些什么卡。SSR 水龙。LSR 疾驰啊，我刚刚说错了，我刚刚本来就想说的是 LSR 的，这拆奥特曼卡片拆多了呀，我还以为是 LGR。 你们看它背面就是这样子的，和 SSR 的背面是一样的。三 D 卡碧琪， LSR 重点女王，三 D 卡柔柔和紫月公主，还有珍奇，三小马卡呀，育儿卡李子酱，三 D 卡甜心宝宝， SSR闪耀盔甲，这张 SSR 做的挺好看的。三 D 卡闪电飞马， SSR 大熊，三 D 卡柔柔， SGR 苹果加尔， SGR 卡的背面也是这样的呀。哇，这张好看耶，一张横版的三 D 天降骑兵，育儿卡苹果加尔。因为这一次拆小马的玄宝呢，是我第一次拆整合呀，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也请大家见谅呀。三 D 卡苹果加尔， SSR 梅尔，三 D 卡碧琪， SSR 碧琪，横版三 D 友谊第一， SSR 日光耀耀，三 D 卡醒目露露， LSR 追云，三 D 卡宇宙公主和紫月公主，玉儿云宝，三 D 卡苹果加尔， SSR 风雪之心，三 D 卡珍奇，育儿卡紫月公主，三 D 卡水龙， LSR 苹果加尔，横版的三 D 拥抱友谊， SSR 月亮公主，三 D 卡云宝，育儿卡柔柔，三 D 卡苹果丽丽，
三丽卡、柔柔、一盒小马的学员包，中了四张 LSR， 一张 SGR。我感觉这两种卡做的都很好看呀。小马宝莉的好卡呢，我账面也是越来越多了。看来我要入手小马的卡册了呀。现在先把他们放到卡套里面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把你们的点赞留下哟，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